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开始开会。今天上午议程由县府社会处、政风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处长上台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张副议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大家早。在工作报告之前，容我先介绍本处的同仁。首先呢，第一位是我们的副处长陈家富，陈副处长。第二位是我们福利科科长杨玉如。第三位是我们的救助科科长林慧如。第四位是我们的妇幼科科长方雅丽，第五位是我们劳资科科长梁义华，第六位是我们行政科科长陈秀凤，第七位是我们的社工科科长黄之华。那请各位议员翻到45页，我们社会福利分为6大类。首先在第一类社会福利的部分呢，老人关怀与安全保障，我们办理了中低收入老人住宅改善以及设施设备的补助，以及紧急救援连线、中低收入老人装置假牙补助，以及独居以及高风险老人的关怀服务。在第二项长期照顾居住以及社区照顾服务的部分，我们是针对日常生活功能缺损需要他人协助的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50岁以上身心障碍者，以及55岁以上3D原住民，提供以下居家式以及社区式的照顾服务。在长期照顾居家服务的部分，我们提供了162名。另外是在日间照顾的部分，我们服务了47个人。在长期照顾辅具购买及居家无障碍改善的部分是43人，餐食服务的部分是676人，交通接送服务了6826人次，还有另外还有长期照顾的家庭托顾。在第三项老人机构的照顾服务的部分，我们针对县内的老人福利机构，我们跟了13家的福利机构签订合约，收容了115个人。另外呢，同时我们会到县内的机构关怀慰问以及自证生活物资，总共关怀访视了485人。在第四项老人终身学习与社区支持的部分，我们辅导设置了51个关怀据点，办理了社区长者健康促进以及关怀访视等服务。另外我们为了鼓励县内的长者终身学习，我们办理了语言班、记忆班、电脑班等等，总共是67班。在第五项里头，老人社会参与以及福利的宣导的部分，我们办理了老人以及身心障碍者免费乘车，另外一部分是老人福利市集，以及第三项阳光守护大地计划，我们偏乡关怀服务，我们结合了在地资源到富里、秀林、万荣、丰滨以及卓溪等5个偏乡办理了多元福利的先导，同时推动了心智健康的预防、共餐等服务，总计办了6场次。在第六项身心障碍的权益保障个别服务化的部分，我们本县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者计26137人，那身心障碍的类别总共有17类，我们花莲县呢是肢体障碍者占了9256人，人数是最多。再请翻到48页，有关于身心障碍的经济安全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补助了辅具，总共补助了342个人，另外是日间以及住宿式的照顾费用的补助，补助了1154个人，还有重度照顾需求的服务计划，共服务了154个人。另外还有针对身心障碍者，我们还有房屋租金的补助。在第八项身心障碍者的个人服务计划的部分，我们共办理了居家服务以及社区照顾以及福利机构的管理、富康巴士、手语翻译、生活重建、自立生活支持等7项的福利措施。我们期待透过各项的支持方案，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善的服务。
另外，请翻到50页的部分，第二项有关于社会救助的部分，在低收以及中低收入的生活辅助的部分，我们全县的低收入户是3547户，8074人；中低收入户计有1620户，人数是3979人。另外，在马上关怀的部分，我们配合了中央办理的马上关怀急难救助的专案，我们协助了遭遇急迫性变故或生活陷困之民众纾困，核定为218人。另外，在身心障碍的生活的补助呢，全县的身心障碍的生活补助目前补助的是9284人。另外，我们积极推动了幸福食物银行方案，我们针对因为遭遇失业、意外以及疾病等情势发生未能够立即获得福利补助或津贴的民众呢，我们提供了短期的生活物资，舒缓他的经济压力，受益家户是137户次。除了南北已经设立外，我们在中区的部分，我们10月份也已经开办了中区的服务据点。另外，在公益彩券云影的部分，105年1到7月，我们总共支出是3亿5226万元整。执行的项目呢有6大类，请议员们参阅。在52页部分，有关儿童及少年福利的部分，我们办理了儿童及少年服务方案，我们推动了高风险的关怀辅导，我们结合了家辅中心等五所的民间单位，我们针对本县因为遭遇到重大危机家庭的儿少，我们提供访视跟关怀、心理辅导以及课业辅导、幼童临托等服务，共计服务了268户。在托育服务的部分，居家托育服务呢，我们托育服务人员有596人，提供县内就业者家庭部分的托育费用的补助，共补助了1744人次。另外，针对于父母未就业的家庭育儿津贴的部分，我们共补助了3077人次，我们以强化家庭的照顾功能。另外，在经济弱势儿少的经济辅助的部分，我们办理了弱势儿少的医疗补助以及弱势儿少的紧急生活辅助，每个人每月3000元，共补助了680人次。儿少生活辅助的部分呢，是每人每月2177人，共补助了3315人次。另外部分，我们办理的第七项部分是区域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我们为了提供县民进便性的服务，设置了新秀、中区以及南区的3区的区域家庭福利服务中心。那3个家庭福利中心，我们在105年6月4号都已经开幕了。另外一部分，在区域家庭服务中心的部分，我们主要是提供福利咨询、个别化的家庭服务以及社区支持性的服务。总共呢，个案管理是346户家庭以及亲子社区宣导是20场次。在第八项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务的部分呢，新住民服务中心提供个案服务135人次，135案。在新住民的服务据点的部分呢，我们陪职的民间团体办理了吉安乡、寿丰乡、凤林镇、玉里镇以及光复乡6区的社区服务据点，我们深入社区提供新住民便利性的服务。另外呢，我们也依照新住民的需求呢，我们办理了多元的活动、生活适应辅导等等，总共有14个项活动。在第四项社会工作的部分，社会工作制度，我们办理了儿童及少年、妇女、身心障碍、老人福利等个案的辅导，由社工人员24小时轮值处理各类型的保护案件。在为了提升我们社工员的专业技能呢，我们也办理了内部督导、外聘督导以及个案研讨会、教育训练等等。在第二项家庭暴力以及性侵害防治的部分呢，在保护服务的部分，我们有24小时提供保护服务，提供咨询、协谈、法律辅助、陪同服务、安置庇护等等的服务。另外，在家暴宣导的部分呢，我们结合了民间团体，我们深入了校园以及社区，办理了9场次。在第四小项的部分，我们进行了家暴以及高危机的评估。为了有效防止家庭暴力重大的伤害以及致死案件，
我们办理了家暴安全网的计划，每个月针对高危机的个案，我们跨网络评估会议讨论以及列管高危机的个案的安全计划以及处遇，评估155案次，持续列管有65案。请议员们翻到58页的部分，在58页有关儿少的保护服务的部分呢，我们也是由专职的社工员提供24小时的保护服务措施，执行受虐儿童以及少年的评估调查、危机处理以及保护安置等等。另外，我们为了保障儿童及少年的安全，我们积极结合了民间团体，办理了安置寄养服务、亲子教育辅导以及家庭厨艺服务，结束安置以后我们的持续追踪等等的服务。在第五大项社会行政的部分，人民团体的辅导，我们辅导本县已经立案的社团1160个。另外，在社区发展的部分，我们是辅导176个社区发展的会务正常，加强社区提供社区福利的服务，以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那另外呢，在我们今年的社区考核呢，我们荣获的我们县府部分也荣获了优等的佳绩哈。那另外，我们花莲市的民运社区呢，它在基优组里头也获得优等的奖项，获得内政部颁发20万的奖金。另外，在吉安乡仁和社区的部分，它是获得单项的特色奖，荣获卫福部颁发50000元的奖金。在61页有关于劳工行政的部分，推动呢劳工福利，充实劳工休闲设施。我们补助了总工会以及基层工会办理的劳工教育25场，休闲活动以及第二专场的教育活动呢有6场次。我们增进了劳工的生活智能，促进劳资和谐以及合作。在第4小项里头，职业训练的部分以及就业辅导的，我们105年获得劳动部补助办理职业训练呢，总共是1177万7000元。我们办理了家事管理的服务培训班以及中餐料理等班，共办理了13班。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劳工医网，我们将相关的课程以及训练呢公告在网页上，协助民众呢善用资源。在保障劳工退休权益的部分，辅导事业单位成立劳工退休准备金监督委员会的专户，总计是1383户。在第6小项，身心障碍者就业促进的部分，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定额禁用的部分，本县的义务机关是187家，应该禁用身心障碍人数是539人，我们实际禁用人数已经达957人。另外一部分是在我们身心障碍就业基金专户的部分，身心障碍的就业基金呢，我们截至105年7月为止呢，基金的账户余额是5289万1699元。在第7项的部分，外籍劳工的管理服务的部分，外籍查访案件呢，我们到7月份为止，总共访查了1585件。在第9项。的部分，我们推动劳工安全卫生，保障劳工生命安全的部分，我们为了创造优良的职场环境，提升呢工作者跟雇主的安全卫生意识以及智能呢，使他能够在地扎根呢，我们总共完成了141场次的现场访视辅导，以及后续追踪有81个场次。最后呢，我们感谢各位议员的支持以及民间力量的参与。那我们社会处的全体同仁，我们将持续的努力的推动更进变性、更贴心的福利措施，希望能够创造有尊严、在地安以及安全的友善环境。敬请各位议员持续的给予我们支持以及指导，谢谢。谢谢社会处陈处长的工作报告。现在请政风处余处长上台工作报告。代委主席，张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政务处余世敏报告。我想在为正式报告之前，容我先介绍我们本处的工作伙伴。首先，第一位是我们本处的副处长卢伟宏，他也是本处议会联络人。第二位是我们预防科李佩藻李科长。
第三位是我们查组科沈倩婷沈科长，接下来是我们预防科余助理余科长。好，本县的政务工作在我们县长带领下，我们展现了清廉效力的一个施政目标。另外，在贵会赖议长、张议长及各位议员女士先进的一个重视监督，协助我们政务工作顺利推动，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感谢，敬请继续给予我们指导跟支持。那政务处的工作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参阅书面资料第363页到368页。以下仅就我们工作的重点跟未来努力的方向摘要向各位报告进行指正。首先是预防业务的部分，在财产申报下面，本府暨所属机关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实施审查，我们都依照规定来核实办理。那对于财产增加达到一定额度，我们会加强抽查。那另外发现有无异常增加或者不实申报的情势，确立我们公务员清廉的一个作为，以赢得民众的尊重。那在104年，我们总共受理了939位财产申报义务人的一个财产申报。本处都按照华务部所颁定的一个14%的比例的公开抽签，总共抽出136位进行实施审查。那财产申报实施一个审查，发现申报不实，需要报请华务部复核移划者，我们逐年检视的结果都有明显的减少情形，而显示本处及所属政务单位在办理财产申报业务，都能够秉着服务的精神，落实说明、咨询跟做事前的形式审查，就容易发生疏失的一个错误太阳。我们在办理说明会也都能够适时的提醒，希望在确立公职人清廉作为的同时，也能够维护我们申报义务的权益。那接下来是有关业务稽核的部分。我们为了检测我们县府及所属机关特定业务是不是有效的运作，发现问题，那针对机关行政提出做行政运作提供建言。在这期间，我们总共针对我们本县的一个废食用油、消防安全设备检修复查以及采购业务等，我们订定计划办理稽核，分别在法规、制度跟执行面上提供建议，那协同我们业务单位建立一个标准透明的程序，让我们县府的各项作为都能够与日俱进，提升我们服务的品质，那同时也能够防范可能的一个缺失。那接下来在联络平台的部分，我们为了建构我们县府跟民众顺畅的沟通平台，发现问题，那透过具体的施政作为解决问题，提供优质的服务，达到施政的目的，我们也定了一个联络平台的一个计划。在这期间，我们为了加强工程伦理，建立优质的采购环境，维护机关跟厂商的权益，我们分别邀请了我们工程经办同仁、承揽厂商跟受委托设计规划的公司人员，在今年的4月14号、6月6号以及10月4号，分别办理了一个提升公共工程品质的联络座谈会。那针对工程容易发生疏失、争议以及采购兼办发现的问题，进行沟通，增进共识。那呼吁我们承商跟经办同仁都能秉持专业跟诚信，发挥他的职能，以确保我们工程品质，回应我们民众对我们政府工程的一个期待。那个采购兼办这部分，本处据所属政务人员，我们依照采购法及所长的指示，办理机关的一个开标、比价、议价、结标跟验收程序的采购兼办，就不符合程序契约规范部分，我们适时的提供资讯，协助机关办理正确的采购决定跟验收结算，以提升项目，同时避免可能的疏失。那根据统计，从今年的4月到8月截止，本处及所属政务单位办理的采购兼办总共有387件次。那在政务环境宣导的部分，为了让我们县府及所属机关学校的公务同仁在执行业务的时候都能够廉洁支持、依法行政，那期间我们分别邀请了花莲地检署跟地院的一个法官、检察官等，就公务员比较容易发生疏失的一个小额申领款项以及工程维持责任等等，我们办理了专案法纪研习，让我们同仁都能够正确的认知，避免风纪的情势发生。因为我们为了增进我们基层同仁的法律常识，提供咨询，我们依照各相应公所的一个业务需要，针对人力伦理规范、利益冲突回避法、采购法等等关系到我们基层同仁权益的事项，我们会诊了相关的案例，
派员到基层乡民公所跟同仁啊办理先导跟座谈，针对同仁可能的问题疑义直接沟通，向同仁说明，希望能够在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的时候，也能够让同仁有明确遵循，勇于认识。那有关廉政汇报的部分，为了商议制定我们县府的一个廉政计划，检讨工作现况，我们在上下半年分别邀请了外聘的专家学者，以及我们县府的各级处主管、所长等，召开了廉政汇报，针对我们廉政先导，啊，请求关说，啊，财产申报、利益冲突回避、稽核、采购缺失太阳，以及采购评审应注意事项等等进行报告以及提案研究，啊，提案说明，希望能够完备预防机制，那提升效能，让同仁都能心无旁骛的专心于本职的为民服务工作。那接下来是有关查处业务的部分。啊，本处秉持我们员工是我们机关最大的资产这样理念，啊，利用走动服务的方式，加强与各单位同仁的互动，以了解机关的一个政务状况。本着重点管理的原则，就可能问题事项严厉对策，防范为师。那另外针对工作生活违常的同仁，我们也积极的协同我们各单位主管同仁啊，对这个部分都以关怀劝导落实考核。那这期间我们总共受理的各类的检举交查案啊，总共有58案。那其中了解的结果，涉及啊刑事责任的，我们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总共有3案。那涉有行政责任，那依照规定进行行政处理的有2案。那原提具体建议移请啊业管单位来参酌者有25案，查问事实予以承认结案者有28案。那为了有效处理啊陈情案件，那我们也促请我们经办同仁要秉着同理心，在调阅相关资料查询的时候，一定要审慎为之，以维护民众合法权益，化解可能的问题。那为了避免造成疏离，在答复的时候，我们对于相关的称谓跟用语，我们也尽量用简明亲切的方式来跟民众说明报告，好，减少误解。那针对本处的一个工作，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我们县长已建立廉洁效能的政府秩序，在历次的一个公开场合以及我们县府的网页也公开明白的宣示清廉执政的一个决心，将努力成果在施政满意度以及信用程度调查里面也获得民众的一个肯定。那县长常提醒我们要落实法律先导跟预防作为，让我们同仁都能够明确的遵循，避免因为错误的认知而影响到同仁以及民众的一个合法权益。那本处既所指政务同仁也并遵照县长的一个上开指示努力以赴，希望在团队努力下，让民众同仁都能相信他的合法权益在我们努力下可以获得保障。那本处虽然资源有限，但是我们是一个距离远景的团队，同仁对都能够以从事政务工作为志愿哈。那未来我们也将结合我们县府各级处机关、学校以及民间社团的力量，深入基层，那推动我们廉政先导以及业务联系，让每个公务同仁都能在观念上、在生活上哦简单，那不要发生啊贪渎遗憾的情事，那达成清廉、效力、便民的一个施政目标啊。报告完毕，那敬请各位议员先生给予指正，谢谢。谢谢政风处余处长的工作报告，下个议程意见交换，现在休息10分钟。
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请问有没有议员要发言？你不是议员，我请教来要发言哈。这个，想请教社会处哈，你们有那个一乡一日照的问题哦。那个家庭托顾，在我的那个选区吉安乡里面哈，有其中有一个是在那纳豆兰部落里面哈，这有选区的议员哈。这个业务哈，他24个案里面一个原住民都没有，他位在原住民的部落，但是他的这个家庭托顾的人员里面一个个案都原住民的个案都没有。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你们资讯哈不够发达到这个原住民的部分哈，这个是不是要稍微的检讨一下？那另外哈，是不是请你们能够建立这个吉安乡光复乡玉里镇办理原住民福利市集哈，这个经费你可以用你的公益彩券基金里面。然后办个几场这样子，好，因为你们现在办的福利市集，大概现在办了5场嘛，哈，那里面没有特别针对原住民的部分，那是不是针对这3个乡镇原住民人口比例比较高的部分，平地乡镇哈来办理？还有就是你们有没有特别针对没有取得国籍，但是有 ARC 或者是 APRC 的这个生活困苦的外籍人士哈，有扶助的任何办法或规定？还有到底现在哈，明年要推这个所谓的长照 2.0 哦，我们现在到底花莲县政府的长照的这个主管机关是社会处还是卫生局？那是不是可以统一事权？它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计划都要求在合法的建物下哈，你要这个进行。可是你针对原住民的特别的区域的部分哈，如果你要办这个所谓的你的很多的案子在进行的时候，你也是要求合法的使用执照啊或建造的部分，但是有些对特别的区域来讲，你要他提出这个执照跟建造，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哦。是不是针对这个族群区域的不同哈，修改你的所谓的这个方式？还有就是你们办很多的方案，其实我觉得很不错，包括什么幸福食物银行啦哈，还有就是这个脱贫方案啊，还有包括这个。帮助妇女经济弱势的妇女经济的辅助的部分，可是我是认为很多的资讯其实没有确切表达到需要的被照顾人身上，因此呢，你们可能是透过这个村里长或者是这个村里干事去寻找个案，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他是租屋的他户籍不在那边的时候呢，常常是被忽略的一群哦，或者是他只有申请急难救助的部分，但是除了急难救助之外，他可能还更需要。更多的一个支持，那这个部分你们社会处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没有？还有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哦，就是说社区的活动中心，它目前是交由社区的所谓的这个发展协会来管理，但是当它理事长跟这个村里长有派系不同，或者是这个有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它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它常常会这个造成活动中心使用上面的困难，它可能就是理事长可能就不愿意给这个村里长来使用。那就发生争执，但是这个活动中心是所谓的公共财，那你们在你们是主管机关，虽然这个都是归各乡镇市公所，是不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样长期性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这问题比较大一些些。我们花莲县政府委托办理哈105年度失能老人跟身心障碍者居家服务暨中低收入老人特别照顾访视督导的服务哦。你们有很多的标，你们有这个标案嘛？哈，106年度也是同时有。可是你的劳务范围呢？你在花莲县是分为10区，那各区的服务量哈，大概有好几个啦。可是，在你们的办法里面，特别针对这个投标厂商的部分，可以任择附属区域来投标。那他选择区域数量不限。然后呢，每一个承诺区最多录取一家，可是又会造成一个问题，会变成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集团，可能去同时就是可以拿到所有的区域。可是我这边有两个部分哈，像我你可以参照那个台南市政府，其实你其他乡镇其他的县市你去看哈，台南市政府的它的标案的通知哈，就跟你完全不一样啊。他们的办法大概是说。优胜厂商依照评选的结果，序位依序协商服务区域。因为台南是有37个区的区域哦，那他们是依评估的结果序位来协商服务区域。
那另外，我这边还有个资料，就是嘉义县的部分。那嘉义县的部分呢，它大概是依评选分数依序分配各区的服务的额度，所以花莲县在这个我们的资格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稍微的修正一下？因为未来哈是一个长照的市场，那未来中央会有很多长照的部分要进行。可是如果你是委托同一家的时候呢，其实你会丧失了很多的这个人力的培训。我们现在很需要的是这个人力的培训啊。长照 2.0 它现在缺口是 1.2 万人，可是花莲的老人人口数是很多的，所以未来的这个需求会更大。所以你是不是要赶快培训这个所有的部分哈？那以上，谢谢。黄燕梅议员。主席，两处局处的处长及官员吼，媒体记者大家好哈。本席上个星期有一个给一个社会处的一个个案哈，想自费住东区老人之家了哈，但排队床位哈，有170几人哈，可是呢自费床位只有14床而已。170人的话，只有14床的自费床的话，可能等到这个人往西天了，可能已经上天堂了，还等不到了。这个为什么会这么的缺床位？他公费床是64床，公费床64床，自费床14床，当然是国家要照顾低收入户，那是理所当然。但是64床公费床现在入住的只有10床，还有54床。自费床14床，只有入住4床，他都陆续通知，就很奇怪了。那陆续通知为什么？我问的时候，已经有170个人在等床位，他只有陆续通知，通到4位而已。我就觉得社会处是不是有尽全力帮助我们花莲县民需要居家安养，或者是公费安养了的案件来努力了哈。可是你们说给我的答复是说你们管不到那是中央的，但是它涉及在我们地方哈，它涉及在我们地方，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去强迫它跟我们地方配合哈。还有我们居家服务长期的既有1062名，然后拨了1223万，日间照顾社区型只有47人，照顾4010次，如果是除以47人的话，一人一年等于85次，一年85次的话等于4天1次，这个叫居家服务嘛？我看不觉得了。你们的居家服务型是怎么样？还有送餐676人给550万，因为我现在我们义理老人会现在在办营养午餐嘛，所以知道你676人一年给550万的话，除以365天的话，一天的两餐，一天两餐平均花费只有22.2元，两餐22.2元的话，你一餐等于12块不到。可是我们的营养中学营养午餐是48块，小学是40块，那为什么我们的老人就必须我们的那个残障身心残障或是独居老人的午餐晚餐就是变成12块？我是觉得不够了不够了。像我去看他们的餐食真的都没鱼没肉，只找菜拿来夹，那现在找菜很贵，真的都是吃菜脯吃咸菜，对于这个老人家是一种侮辱。我希望你们送餐的时候，人家送餐应该去看他们的餐食如何，还有送餐我们南区这么辽幅员这么的辽阔，那送餐是几个人在送餐，那送过去的时候餐食是不是凉了？有的当中是九点开始送的，伊12点才要吃，九点开始送，送到遐拢吃凉饭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区域性，这个距离性，长这个送餐的距离是不是要考量？你不能考量你的成本，那我送餐的人很贵啊，我一个人虽然他只有送50个人，可是50个人的距离，可能他要跑100公里也不一定啊。
所以这是不是要计算下去哈？啊，再者再过来就是说，我们南区就是用玉里镇来做比例好了。我们玉里镇有几个人在吃这个独居老人餐？哦，几个人在送？哦，我曾经以前曾经讨论过我们的福利市集啊，哈，为照顾弱势的民众，以义检、按摩、医疗保健等福利咨询，一年总共办五场啊，哈，五场，总人数是750人呐、啊。不好意思，我自从五月五号当上玉里镇老人会理事长以后，我每一场啊，拢是750人啊。不管我的就职也是，我就职我个人就花了10几万的，每个人送一个那个环保袋。目前还跟我要，我说我这个一个100多个再要的话，我会破产哈。每个人都送，哦，我现在是850个会员，每个人都送一个，所以我花了10几万。我那一天就750个人参加，加上母亲节也750人，父亲节也750人，还有县长的歌唱比赛也是400人，哦，加上重阳节760人。我每一次只要是办大型的活动的话，我都有四位义检的师傅，一个人理个头，检号啊，大概10分钟。我4个在检，一天可以检多少人？我从8点一直检到11点半，都没有休息的。可是我不见我们社会处有所补助哈，我不晓得福利师姐现在可以急打一下吗？而且，主席，你我问一下，请处长现在顺便打我一下哈。我们福利市集一年5场是多少钱？唔知啊，你编的预算书定了，唔知啊，你一年开偌济钱？啊？什么叫20-30万呢？什么叫30万呢？一共多少钱？你亲切明白的告诉我，5场到底是多少钱？一场是补助多少钱？你不要等一下我翻预算书给你看，你只要破功的话，可能处长的位置就保不住我。我不要乱讲话。多少钱？5场共多少钱呢？啊，恁这做科长的、做处长的嘛，足奇怪。啊，恁给人钱，竟然不知道偌济钱，这太丢脸了吧？对不对？何况福利市集共办5场，到底在哪里办，我们都不晓得。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县政府刚才我们记者说，我们议员来的很少哈，比县政府的官员还少。但是来了又何用呢？工作报告了又何用呢？一问三不知嘛，不是嘛？啊，到底你冲想我嘛唔知呀，记者。哎，我们的大记者，我给你我给你你刚才问我的答案了哈。来了这么多人又如何了？一问三不知，不知道答案在哪里，还要互相翻预算书，还要再翻预算书，这是干什么？我搞不清楚了哈。做事做到这种态度哈，明年开始我是民政小组哈，我会好好的再盯预算。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哈？因为我们的服务项目很多啦，那确实每一个细项，我们那是9场次，105年是9场次，216,000元。福利事情，你明明写5场嘛，怎么会9场呢？整年度，那这个5场是这一段期间呢？你知道7月，你跟我说7月为止是5场嘛？哦，你说跟我说，我昨天虽然我没有带你的报告书了，我昨天已经看了又看，我写了2-3张，你知道吗？我看了又看，你不要骗我，什么9场，你就办5场而已哈。所以哦，5场，因为你没有写金额，我没有去带今年的预算书在我的房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看。但是你这样笼统的回答哈，我觉得愧对我们花莲县民了哈。你们领高薪，坐领高薪的哈，你一个月都比我们议员多了好几万块。但是呢，这是在做事吗？我觉得很好，纳闷的哈。还有只永久那个校企的身金账在手册哈，说定期转换的哈，那才换了3287张了哈。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共我们要换几张哈？因为我本人呢哈，本人城门哈，人家撞我，
哦，两次啊，动了大刀四次啊，所以我也领有身心障碍，所以虽然未领任何一毛钱啊，但是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应该换照哦。到底换照那么多的残障补助，每年哦十几亿的身心障碍者的残障补助，可是换照的人只有3287人哦。我觉得啊、哦，速度、工作效率哈、哦，真的有待商榷了哈。哦还有那个身心障碍就业基金专户哈，到七月为止哈，账户基金账户里面有还剩有哈5289万哦1699块，这个如何申请？条件是如何？你既然要给身心障碍者有这个就业基金的话，你应该广大的宣传，让我们身心障碍者能够有这个机会去提领这个补助来创业，因为有智障或是心障的人哈。甚至像我这个脑残的人想要就业，人家问我说：“你也在科技找头路？”我讲：“我今仔给他做个老人会理事长啊，你要叫我去找什么头路了？”人家也不愿意请我了，对不对？何况这个脑袋也是残障的，只会骂人而已人家愿意接受吗？所以就说，有时候这个身心就业机会基金啊，既然还有5000多万，是不是广为宣传，让一些身心障碍者有这个机会发挥他的专长，我是觉得需要广为宣传的还有那个劳资纠纷员工在职场上受伤，我刚刚昨天就碰到一个，他在餐厅里面工作，在结果跌断了骨折，一个月了，前天是发薪水，31号是发薪水的日子，他老板才跟你说，你的基本工资是23000，我给你加5000块，一个没有办法工作脚又断的，我不晓得他的那个修养要多久了哈。像我19岁就被人家撞断了脚哈，到现在还掰卡了哈。这如何去弥补这个这个工作场上的受伤哈？哦，我们应该明确的标示出来，我们在职场上受伤，一个月可以领基本工资，还有老板应该赔多少钱，还有我们社会补助应该是多少钱，等一下会后也要告诉我齁。希望我讲了这么多齁，希望我们社会处甚至政风处还好，政风处你们的委员会很奇怪齁，你们的委员会我看那个怎么会有田泽才委员齁。媒体工作者田泽才委员怎么算是媒体工作者？因为他的儿子在我们县政府当秘书啊，这个十职等的秘书的爸爸叫委员，有没有利益回避啊？我们这边每天都有很多很多媒体记者来，为什么其他的媒体记者不能参与？就只有田泽才可以。我光明正大说他的名字，我不怕他修理我了，因为我在78年就被他修理过了我现在也不怕他修理我，混了回来已经混了30几年，再给他修理我相信是不痛不痒的我希望你竟然要导正风气的时候，自己现在的风气不管管嘛，对不对？为什么聘内举不避亲？这是太糟糕了希望领公家的财产，领我们的纳税金，我一年也要缴10几万的纳税钱。不要看我这样没有缴钱的样子，我一年也要纳10几万啊！你们可能有那我10几万分之0.几的钱在里面啊，希望能够多为我们县民效力，谢谢。施惠平议员，主席，还有在场的各位，大家早安，大家好。那社会处刚才迪布斯台讲有很多的新面孔，工作非常繁重所以呢。一直在替换承办人员这个部分也就代表业务繁重，那也希望可以多留住人才这是第一点。同样的，我们民间团体有非常多在做社会处的后盾，诚如刚才王议员所说的，每一个民间团体用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下去支持社会活动，常常资金不足，不了解的人还以为只是纯领公帑，事实上可能都入不敷出，
所以呢，这个社会处可能在这个部分呢，希望多多给民间团体一些支持，也能够让社会大众知道，啊不，被矮人家己来做，做看卖个知。好，这个部分我希望社会处可以能多结合民间团体、民间的力量，就诚如前上个礼拜，本席结合了民间的友人一起募集奶粉、尿布，并不是我们的社会福利做得不够好，但是社会的需求实在是太大。我希望社会处可以结合卫生局、教育处，多多的宣导我们的那些小小孩、小爸爸、小妈妈，在生养小孩子之前，能够了解一个孩子养育一个孩子的责任有多大，也希望在偏乡服务的时候，能够加进去宣导，不是生小孩领这个育儿津贴就好了，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他有很多的社会责任，很多的义务必须承担。本席在走访偏乡的时候，真的觉得十分痛心，看到那么小的小朋友，尿布没有，奶粉没有。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不是不断的给补助，然后告诉说你多生，我们就补助你。有些人甚至拿这些补助再生小孩。我们必须给一个正当的一个生养的概念，希望可以结合这个卫生局跟教育处，好好的把我们这个整个育儿的体制能够完整，否则这将来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啊，这第二点。第三点，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职业训练，其实现在民间经济一片哀嚎。尤其是越基层的工作，剃缸还有装潢，然后做一些水电，这一些呢，你月薪四万块都请不到工人。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职业训练已经慢慢走向好中餐呐、然后呢民宿经营呐、房务人员呐、门市人员。这个可能是必须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怎么样去把这些基础的工作可以把它往上提升，把它拉上来，否则呢，这个部分将来工作是断层。一个铁工师傅跟我讲啊，我扛回这北料，当他上来两地走，接西拉在挖灰，接西莫接西也塞亚塞亚狗在挖灰，三个人做非常多的工作，因为他请不到人。那这个呢可能也会引发成我们的就业的问题啊，就希望呢我们社会处在做职业辅导或者职业关心的时候能够多多注意。第三个就是刚才迪布斯议员有讲到的长照 2.0 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照护员事实上都偏向中龄的妇女或者是中龄的就业。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老人家他可能需要人家搀扶，需要人家抬，需要人家帮他洗漱。他如果是一个中年妇女，他本身可能有50肩一些问题，他可能他的能力跟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一些人才的训练上，希望可以往下去看怎么样让这些青年能够加入这一个行业，然后多培养这一部分的人才。否则这将来就算是政府有心想要去做，可是一样会产生人力上的断层的问题。好，以上这个希望这个社会处能够注意一下，谢谢。齐协议员。好，谢谢主席，我们的张副议长以及我们的陈处长、余处长，所有的一级主管还有我们议员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以及媒体记者我想这个刚才我们社会处的这个区块里面很多我们议员都谈到那我在这里就教育我们的科长因为现在我看一下我们处里面呢就只有两三个是旧面孔，新的全部都是新的那由于我们的这个
议员讲的很多新面孔我们都不了解，然后也不认识，那对整个一个工作的一个概念呢好像也不是很清楚。那我想这个可能陈处长跟我们的副处长里面可能要加把劲，尤其是在我们社会处的这个领域里面呢，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最重要的一环。那我首先呢来就教啦，我们现在的居家的一个服务呢，刚才我们的这个施慧平议员也提到了哈，这个居家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年纪有大概40几岁、30几岁以上的哈。那其实他们在以这个居家服务的同时，那刚才我也跟科长来商讨一下，就是说他们呢到了居家的一个住户里面去服务的同时，这个时间呢从家里出发到要被受服务的这个居家里面呢，这个时间呢他们是没算的哈，没有算终点哦，是到了这个居家服务的这个现场才开始来计时哈，来计时。但是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呢，其实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都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周遭很多都有居家去做一个服务，甚至于他们在清洗完之后把他家里整理干净以后呢，还甚至于有时间他们还会推着他们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哦。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的这个服务的一些姐妹呢，其实他们都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听说也经常被投诉，说他们在这个居家服务的同时里面呢，没有帮他们做什么，那我也希望我们处里面呢，应该有一个规范，哈。除了这个独居老人，还有这个不是独居老人的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要更了解独居老人，当然是周边的环境我们会帮他做一个处理，做一个整洁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不是居家的话，不能把我们这些姐妹当为是这个外劳再来使用，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没有尊重他们哈。那以及他们这样的一个辛苦，刚才施慧平议员也提到了，这些人被照顾的这些人呢，有些有体重的，有些容易骨折的，那万一我们这些服务的人员不小心在这个服务的当中把他的手脚或是什么，因为他是比较容易的这个粉碎性的这个骨折的话，那又该如何，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希望我们的处里面呢也应该为我们居家服务的这些姐妹来具想更多的一个他们的权利哈，不让他们，因为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们哈，能够这样子去居家服务，然后帮这些长者，帮这些需要服务的人，除了洗澡以外，还要为他们喂食，还要帮他们整理，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哈。当然一个月才20000出哈，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服务，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们。但是我希望呢，我们处里面呢，一定要规范做好，让他们能够有一点尊严哈。那后来那个后面呢，我认为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低收入户的一个申请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我们看到的，他明明就是非常的低收，但是没有办法的来申请这样的一个补助。就如我们来讲，就是在这个月呢，上个月底呢，有一个潘小姐，她往生了之后呢，留下了一个弟弟，还有一位女儿。但是这个弟弟呢，他从之前呢就没办法领到这个残障手册，因为他一直去检测的时候呢，明明是没办法讲的，他又能够讲出来。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变成没办法拿到这个身心障那个手册呢，就造成他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非常的困处。现在呢，就由他一个人在家里。那我想等一下呢，是不是能够处长？能够告诉我他的这个女儿潘妹妹呢，现在目前是有被收容到哪里哈？然后我们之前有带她去做一个这个测验呢，是不是有过了哈？这个部分希望待会能够让我知道哈，那方便我们再做一个处理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的那个王议员所提到的，你办了5场，
真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的这个无常是在哪里，也让我们知道一下哈，让我们知道一下，能够让我们周边的好朋友也能够去参与哈。我想这个活动呢，是能够救护他们这些低收入户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也能够走出户外哈，让他们能够了解。还有就是我们的自学的活动中心的这个部分，非常感谢长期以来，那终于呢一些设施呢也差不多就位了哈。但是我很纳闷的是，为什么在于他的厨房的部分，这个瓦斯炉最基本的就没有，瓦斯炉最基本的就没有哈。那我不知道他这里面的这些所买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哈。那没关系，不足的我想我会再来继续努力啦哈。那以上谢谢副处那个我们的副议长，谢谢。洪正副议员。好，谢谢主席哈。我们赖秘书长啊，两个局处的首长哈，各位议员还有媒体，大家早安，大家好哈。那个现在有一些民间的保险公司跟外县市的县市合作啊，提供他们简易型的保险给这个低收入户啊。那花莲据我所知是只有很少的乡镇级的这个公所啊，有办这样子的这个福利，所以我希望这个社会处哈，赶快去了解这个办理的情形。民间的保险公司既然都有这样的善意，在西部县市进行，我想他们收到花莲县政府的这个要求或是期待的时候，当然他们应该也会乐意来这边啊，来办理这样子的低收入户的简易保险啊。我想这是对低收入户的一个新的保障，我希望社会处来进行啊，因为很多的低收入户，我想他们基于要缴交保费也是一个负担，所以他应该就不会去做这样子的付出哈。所以在遇到急难的时候，遇到生老病死的关键时期的时候哈，我想社会处尽量赶快哈，去把这样子的简易型的保险哈，借助民间的力量把它建制起来。第二个是我们政风处哈，在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说，为了食安的问题，了解了一些食用油的稽查作业哈，稽核的42家，也抽查了102家的非列管事业啊。那我想说，这个都已经做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稽查工程了哈，可是结论啊，稽查的结论是什么？稽查以后到底是几家有做了哪些必须要改善的事实哈？啊，哪些是通过的啊？哪些是了解新的问题点？那我想说，以后在报告上哈，希望能够罗列出来啊，就是有画龙点睛或是收尾的效果嘛哈，让我们知道说，你们这样子的这个报告可以得到我们什么样新的启发哈，让我们为这个环境哈再多做一点努力。那所以请政风处哈，会后把那个文字资料给我哈，书面报告给我哈，就针对你们这个专案啊，你们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稽查结果哈？以上，谢谢。林秋梅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副议长，两个局处的处长哈，还有我们各位议员，还有旁边的媒体先生朋友们，大家早。针对社会处这个地方，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那个处长哈。现在我们执政者是民进党蔡英文蔡总统，他非常大声的呼吁哈，长照 2.0 的部分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请问一下，他的执行面的部分哈，是不是已经都到各县市来？那下次你们那个长照的执行的部分，那我是。知道是说你们也不知道要上面的规定是怎么样，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执行哈。那我是希望是说，长照的部分其实可以就近哈，跟我们卫生所来做一个结合，因为卫生所本身就有医生嘛哈，在那边设置我们长照据点，因为我们花莲县是那个
地区哈，跟别的县市是不一样。我们福地比较远哈，啊，像我们卓溪乡的哈，还有我们玉里的，这样这么偏远的地方，如果设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区域县市里面，甚至也可以请求中央哈，除了在各县市的各乡镇的卫生所，也可以设置在部落里面。因为部落里面是最直接就可以照顾到老人，像我们偏乡部落老人真的是需要这个长照这个部分来去做一个协助。还有上次我反映了有一个东昌村这个民众他听说他连健保都没有，他现在又没结婚又没小孩，一个人独居借住在他姐姐那个部分是不是我们送餐的服务可不可以加快脚步去审核协助？因为我们花莲是幸福大县不要让人家觉得是说一个孤独而且得到罕见疾病的一个民众没有人去协助关心他去照顾他请处长尽快，因为我知道很像很多关卡好像都没有办法协助他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加快脚步让我们这个民众能够得到我们政府的资源来去做一个协助。还有请教一下我们的富康巴士的资格因为我知道我们富康巴士虽然是说你们现在有那个医疗交通补助的部分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实到部落让老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说富康巴士连听都没听过我们部落老人他说我们怎么申请富康巴士，要怎么申请也不知道什么资格。那你们是说原住民的部分是可以用交通津贴来去做，可是我告诉你交通津贴申请也非常困难一趟好像还要距离20公里以上才可以申请几百块，那是不符合不符合实际上的那个民众的需求这个部分是不是事后给我一下那个富康巴士的资格，让我知道我们现在现有的富康巴士有几台，然后能够申请的是哪些人因为我知道这个非常需求量非常大，也尽量能够普及到部落来这个是一下。还有我们的DM 我知道长照跟我们那个民间的那个寄放的标准不太一样，而且你们的 DM 里面一直只写作55岁的山地原住民才可以申请这样的一个津贴补助那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山地原住民我们行政单位到现在你的 DM 上面还是写55岁山地原住民这样的一个宣导对民众来讲，又特别是原住民他会讲说我平地原住民，我不是山地原住民，那我就是没有这个资格，政府只照顾山地原住民，这是非常歧视我们原住民，其实没有分的这么久的时间没有分， DM 上面还是这样子写，是不是尽快来去做一个更正来去做协助。还有我们原住民坦白讲我们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工人，我要请求社会处针对我们原住民基层的劳务的部分发生跟资方发生纠纷的时候，我曾经碰过有7个原住民，他是营造厂下包给下包商，下包商老板跑掉，可是那七个人求助无门，我到社会处也曾经去协调过，既然社会处一句话就把我打回去了社会处，我想副处长他最清楚这件事情。如果说下次再碰到这样子劳资纠纷，然后没有办法来协助取得工资，他们都是打零工的民众我觉得政府在这一块真的要用心，而且甚至也要请社会处来提出修法看怎么样让我们的承包商不要因为下包商跑掉之后，连底下真正在基层工作的人，他们是做铁工做木做板模，一天才几千块钱，然后整个家里都要靠他来去做生活，可是下包山老板跑掉之后拿不到工资，一句话就说这个没有办法，没有法令约束，也不知道承包商说下包商跑掉跟他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社会处要怎么样来协助最基层的劳工，让他们在我们
最基本的哈、哦、工资的部分也能够取得哈、哦、够那个老板的照付哈、哦，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那个社会处来回答？好，谢谢。有没有议员要发言？我也没议员。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哈，那个志工志工团体的平安保险哈，是因为我现在老人会有将近80位的志工哈，他们希望明年哈，保险是怎么列的，怎么保的，哦，就是怎么参加的了哈，参加的资格哈，希望给我们一份哈。还有我们长庆大学哈，本来是24号结业式。啊，因为我24号在这边咨询，我没有办法回去参加结业式哈，所以现在我们老玉里老人会的结业式，长庆大学结业式改25号，改25号哈。好，谢谢。还没有议员要补充发言，那我们先请政风处余处长针对王议员的问题上台回答。啊，大会主席张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好哈。我想非常谢谢王议员哈，针对本处廉政委员连外聘的廉政委员这个部分的一个问询哈，我想就这个部分来跟议员跟议会做个报告哈。首先是说本府的一个外聘廉政委员，他是无几职哈。一般来讲，我们一年分上下两个议程，那王议员没议员。是，普通的记者，他怎么可以代表记协？你应该是记协理事长嘛，记者协会理事长嘛，对不对？这样才可以啊！怎么一个小记者，那对这些天天来议会参加的记者多不公平啊？大家会抱怨啊，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哎，你大啦啦的写在我们县政府的工作报告里、报告书里面了、啊，多伟大、啊！要上名字的还没有几个人呢、欸。就像我们议员在那边天天在那问问话的，要上报纸的也很难得啊，对不对？这一年才两度而已，他可以上两度的那个报告书里面，多伟大、啊！我说你可以找记者协会的理事长或怎么样，既然是无级职，就用比较大咖一点，不用一个小角色嘛。何况我说他儿子在是司职等的秘书嘛，你要规避一下嘛，不要再辩论说有几或是无几啊。我想为了让未来这个我们外聘一个廉政委员哈、哦，这个作业更是作业员、哦、我们会就这个部分来做个演绎。然后我也跟大会报告就是说。本府的外聘委员都是千峰所长核定、哦、来选派啦。那另外就是说也利用这机会跟大会报告，就是说刚刚我们议员所讲的一个利益冲突回避这个部分、哦、我利用这机会跟、哦、我想这个没有不是真的个案啦、哦、他没有利核定啊，给谁核定的啊？秘书长，你不要把秘书长拖下水，我等一下就去问秘书长，为什么你核定你们里面职员的爸爸来做连那个政风的那个委员？还有就是说，我跟大会报告就说，这样更惨了。我告诉你，做政风处长的话，应该有 gas 自己承担啊。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改进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拖给秘书长呢？现在不是说我推了，我是把这个程序跟大会报告，还是说？本府的外聘委员哦，廉政委员，廉政委员汇报是大家共同开会决定啊，他们不会针对具体事项来做决定。我想这个部分哦，我也跟大会做这样一个报告，还有就是利益冲突回避这个部分哦，田秘书他还不具有这样一个财产申报身份，所以相对应的他大概也没有利益冲突回避法适用了、啊，包括他的关系人。不过这个东西，我想。就刚刚议员所咨询的，就是说我们为了更卓人起见，这个部分未来哈，未来我们会更审慎来遴选哦。报告完毕。好，好，处长请问，现在请社会处陈处长针对各位议员的问题上台回答。
感谢议员的指教哈。那首先呢是有关于那个迪布斯议员的部分哈，有关于那个是不是给家庭托顾的部分，是不是增加原住民的个案哈？另外，针对于吉安乡、光复乡等原乡的部分呢，我们再来那个加强的宣导哈。那另外有关于那个长照 2.0 的部分，主管机关的部分，其实我们跟卫生局都会密切来合作哈，因为在长照 2.0 的长照的部分呢，卫生局的话是三项，我们社会处是有八项哈。那在长照 2.0 一并在这边跟各位员报告一下，因为在长照 2.0 以后，现在的服务项目呢，它是扩增的，原来有八项，它现在的话原来有八那个对象的话，它新增为八项，就是原来的新增的是50岁以上的失智症患者哈，还有55岁到64岁的失能的平地原住民，还有49岁以下的失能生障者，65岁以上的衰弱老人。这个部分它服务对象本来从四项扩增为八项，那它的服务内容原来是有八项的服务内容，现在也扩增为17项的服务内容哈。那这是长照 2.0， 那长照 2.0 呢，其实这两个月的部分它是资源的扩建期，那正式上路的话是在明年的106年的1月1号开始。那 2.0 里头它其实强调的是在社区化，它去是希望民众不要在机构化，是期待它是在30公分以上的那个路程，它民众都可以在社区里头享受服务，然后希望是在地老化的部分。所以它现在有一个 A 级的长照旗舰店， B 级的长照专卖店，还有 C 级的长照巷弄店哈，这个部分长照它其实未来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用得到，还有找得到哈。这个部分是长照未来的规划，但是也许在资源有限的部分，那个卫福部的部长他有说过，两年他希望到469个乡镇，但是在11月1号的部分，他其实只有先核定了9个乡镇。那我们花莲县的部分呢，是由财团法人门诺医院的在义里的部分。它是有一个一 B 四区的话，我们争取到的这个部分哈，未来其实在门诺医院里头，它的西的部分是有荣总的玉里分院，还有玉里的卫生所，还有卓西卫生所，还有卓西的社区发展协会，未来都会在执行长照示范计划里头来做 A、B、C 的一个整合型的社区整合服务计划，这是长照的未来的规划。那在卫生局里头，它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推动委员会哈。迪布斯议员，迪布斯议员，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啊，雪君不在哈，一个秀林乡跟一个彰化县一样那么大，所以你们那个服务的区域，你刚刚有 A、B、C 级嘛，对不对？包括你的 C 级哈 ，C 级是长照巷弄，对不对？或者是30公尺一个地方，可是原住啊，30分钟的路程，好。那不管怎么样呢，那原住民的部分像平地原住民他是散居，我花莲市的部落从这边到这边可能就不像是以政府的版本来讲，他其实没有特别针对原乡或原住民的区域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会影响到你这个长照 2.0 的进行？因为中央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哦，因为他可能没有想到花莲、台东或宜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尤其是三个山地乡会特别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啦，所以你在实际的运作上面，那你说你负责现在是几项？八项嘛，哈。那卫生局负责三项嘛，所以我就说啊，对，目前是这样。目前是这样嘛，所以目前我就说你的事权要统一啦，到底现在是以谁为主导，还是因为你们是依照工作的项目不同，然后谁归谁的，就把它分清楚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目前的状况，那个卫生局他也明年也成一个长照科，他也成立一个那个长期照护的委员会哈。那我们跟卫生局，我们两个局处我们会来一同努力。然后另外一部分也把议员的部分的想法，我们一并纳入研讨哈。那这是有关于长照 2.0 的部分。那有关于相关的那个长照机构的那个合法建筑物的部分，那因为那是中央的标准的规定，那我们再跟中央那个再建议一下。也不是演，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呀、啊，因为现在包括了很多的计划在进行，包括那个什么幼儿托育的那种，什么客服的那种，也是合法建物啊。可是目前原住民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执照，他没有建造。你多一个这样规定出来，变成很多地方你说要回归在地，那在地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他怎么样进行？所以你现在要在明年106年1月1号执行之前，你现在赶快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好。
谢谢。其实我们在资源建置的时候，也常常碰到这个中央法令里头建筑是不是有建筑执照的部分，我们也是常常碰到这个问题。那我们会再跟中央反映。那另外有关于那个资讯的部分的是不是在广为宣导哈，让原住民地区的民众了解福利资源的部分，我们再来加强，再来努力哈。然后另外一部分有关于社区发展协会的政治立场的部分，因为社区发展协会的话是在产权是属于公所啦，那不过这是比较长期来的问题哈。那如果真的有争议的话，我们会再尽量来协助跟辅导啦。然后另外有关私人照顾的服务区域的部分啊，是不是采为复数绝标的部分，再来那个培植其他的新的团体的部分，我们也会再把它纳入原意。好，以上是吉布斯议员的部分。那另外关王彦梅议员的部分呢，也感谢王议员的指教哈。那在于那个老人福利机构的部分哈，因为我们的老人福利机构总共是立案的是有14家哈，然后收容总人数是673，不过因为分为在不同的区域，那东区老人部分的话，是因为民众的话，比较那个习惯或者比较向往是住在东区老人部分，我们再来协调哈。不过我们未来长照2.0的部分，我们是期待它是在社区里头哈。那有关杨议员有提到的部分，确实那个玉里镇老人会办理那个老人的共餐哈，菜色非常的丰富哈，而且也非常的不容易哈，一个礼拜有办理的5天哈。那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政府的力量有限哈，民间的力量是无穷的。那我们也很感谢玉里镇老人会哈，帮我们照顾玉里的老人哈，每一天都有丰富的菜色啊。另外一部分义检也很。的来的人非常踊跃哈，在此真的感谢玉里镇老人会。那有关社会福利四级的部分，我们是编列在公益彩券里头，是编216,000元的部分。另外有关于患症还有身心障碍的相关的那个议题哈，还有志工保险的部分呢，我们会后再提供给王议员这边来参考。那有关于。徐学义徐议员有提到的部分，我们也会把社会福利四级的那个相关资讯给那个徐议员哈。那有关于中区的潘先生的身障手册的鉴定的部分，是不是会后我们也再跟议员这边来，让议员了解一下啊。然后那个潘妈妈的按摩，因为病死。去世的部分，我们在会后再跟议员报告。那自学活动中心的瓦斯炉的部分，哈，我们了解以后，因为其实自学活动中心我们也持续的补助，哈。那我们了解实际状况，我们再来跟议员报告一下。然后那个有关于黄正富议员有提到那个弱势办理微型保险的部分。谢谢议员。处长，你一直没有回答到居家服务的这个区块里面的姐妹，哈。居家服务的话，居家服务我们有刚刚提到居家照顾服务员的话，未来在长照的部分，它其实确实居家照顾服务员非常的辛苦哈，而且另外部分我们也呼吁社会大众，我们真的是要善加的利用那个居家服务员，他其实我们要重视他的社会地位，那他不是一个家里的打扫员，他是一个照顾被照顾者的那个老人的部分，所以其实未来劳动条件的提升，还有社会地位的加强的部分，都是我们政府未来努力的方向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来重视。然后另外有关于黄正富议员有提到的微型保险的部分哈，因为现在的部分我们在知道其他县市有跟民间团体有一个保险的合作跟补助哈，那我们会纳入那个研议的部分，我们再积极去跟保险公司来洽谈，是不是也把其他的他有协助其他县市哈，是不是也在我们花莲县能够予以来协助哈，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努力。那另外有关于施惠平议员有提到的。照福员偏向中高龄的部分呢，那这个部分照福员其实就是整个长照 2.0 以后未来的所有的努力的工作重点，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诱因，然后增加他的劳动条件，或者是其他学校里头要纳入这相关的科系哈，这都是常针对于未来是不是跟学校合作培力人才的部分，是长照 2.0 的里头的一个工作重点哈。然后我们的。
的科长们哈，应该是我们有一个王鹏科长是在今年七月退休，所以其实我们只有今年的部分有增加一个新的那个的社工科科长哈。那我也未来请我们的科长们要多跟议员呢哈，那个协助或者认识各让议员们认识他们哈，大概都很年轻了哈。其实社会的工作是在社会处能够待的，确实要有一个使命感了哈。要不然其实在社会处的工作确实有点比较辛劳一点哈。那也希望呢各位议员给我们一些支持跟协助。那我们社会处呢未来其实我们也期待能够多办一些支持团体啊，或者是安全的问题哈，我们来希望能够留住那个社工员。那林秋梅议员有关长照2.0的部分，我刚刚也有一并提过。那另外一个罕见疾病的部分，我们会来去协助哈，然后也会跟相关处理情形会跟林秋梅议员这边报告。那富康巴士的相关资料，我们也会提供给林议员。那富康巴士在我们前线有26辆哈。那林秋梅议员，处长。2.0 的资料也给我一下，好，执行面的部分，还有那个手册，我刚才讲到哈，我是看到你们那个老人福利手册哈，发觉到你们那个长照居家服务第一项第二款哈，跟我们长照营养送餐服务第一项第二款，你的那个 DM 哈，上面都写成55岁以上的3D原住民哈，那是不是可以把那个3D两个字去掉，直接写原住民就好了？因为很多平地原住民的看到这样的一个 DM， 他这么讲，他说只有他们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 DM 有一点需要修正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把它去除掉？因为现在没有3D跟平地之分呐，好不好？那当初是那个中央的版本，它是这样子规定，符合的对象是55岁以上的3D原住民。那在这一次长照 2.0 的时候，它已经有把新的对象，当以前议员关心的55岁到64岁的失能的平地原住民，它也纳进来了。劳工纠纷的部分，劳资和谐的部分，那未来的话，我们在那个依照个案的部分，实际状态和碰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在会后以后跟议员报告？那以上是那个有关议员的部分，确实那个社会处的相关的议题非常多，是不是也请那个各位议员，如果碰到有相关个案需要协助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我们都会及时的来予以回应来协助。我们主席张副议长、秘书长，还有两级处的处长，我们的议员，还有在场的每一位记者媒体。Many， 大家平安哈。我这里刚刚我们的邱美议员有提到，觉得这个必须修正，把那个3D这个两个字去掉，因为平等。我当初争取这个原住民55岁以上的时候，这个老人生活津贴也没有分呢，因为我们当初。在做这个劳工的时候，都是阿美族在做。那分享这个老人生活津贴也不分这个营山这个部分哈，所以我想这个两个字啊去掉。那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社会处在我们复原基督长老教会这里哈，我们有设那个日间。这个老人生活关怀站，因为我们乡公所或是县府提到说，只要在教会里面的话，这个设施就不应该施设。我觉得这不公平了。我们教会有心为这些老人家去照顾，引导他们。就是学习或是多做一些运动啊舞蹈之类的乐器部分啊都有。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啊应该我们社会处帮我们争取施设这个
他们要上洗手间的时候，那个遮雨棚啊，遮雨棚跟那个路面啊，铺平，还有一个小排水沟，改善这个部分而已，也没多少钱呢，大约30几万而已，哦，我想这个技术帮我们复原教会来做这个，施舍，很多残障的，每天像礼拜天的时候，哦，说走，哎，他们要回去了，就会跌倒，哦，还好我有扶着，要不然的话真的会摔倒。这个因为他们的脚力不足了，所以一方面他们这个要上洗手间，这个路面啊，平面不是很好，所以急速改善了，哦，希望我们的处长帮忙，帮我们复原教会、长老教会这个部分，老人关怀站，他复兴村、复原、复民，这些老人都在那边上，所以请我们处长可否帮助一下，改善这个设施。因为我有看到这个文康方面的这个设施，我想同样是照顾老人嘛，哈。处长你，好，那个根源报告哈，那我们是会后我们是实际了解一下实际的状态。那有时候不能补助，是因为牵涉到那个补助对象的部分，因为我们社会处这边大部分都针对民间团体或老人团体哈，所以针对教会的部分，它就也许是不符合我们补助的对象。不过我们没关系，我们会后实际了解状态，它是在关怀据点吗？还是说关怀据点就是老人？对，那会后我再跟那个议员这边联系实际的状态，我们再来予以协助。是，而我们原民处也去会勘过了，跟乡公所为什么要这样分？我觉得不是照顾这个老人的问题啊，因为有时候是牵涉到补助对象，没关系，会后我们再跟议员了解实际状态。好，谢谢，谢谢。许淑莹议员，谢主席、副座，处长，我们现在长照2.0的工作11月就开始进行上路了。那这个政策中央的决定，主要执行单位就在我们县政府，承办就是你社会处，这个工作是加倍又加倍，比起 1.0 的工作是加倍成长。我们在这里对社会处有很多的期许，处长你要加油，在人力的调整或增减上，你一定要在近期内赶快做一个准备，不够的一定要跟县长报告，毕竟这个工作比 1.0 还加重，而且他更希望是社区化的工作，所以处长加油。我们相信长照的工作，虽然这一次的计划只有在花莲的玉里、罗西、原乡等，但是他在示范这个期间，如果我们更用心的来推动的话，我相信中央会给我们未来更多的经费挹注在长照这个工作上，加油。好，谢谢议员，谢谢议员。还有没有议员要补充发言？好，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天上午9点进行县府人事处、财政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